我对抗不了，我每次都输的。你知道我们这种人很敏感，很敏感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一个小时不跟我说话，我已经受不了了。全听你说，快看板。有什么情况下你会跟妈妈吵架？当我觉得他无理取闹的时候，你能怎么样对抗？我对抗不了，我每次都输的。他每天给你脸色看呢，不跟你讲话了。因为你知道我们这种人很敏感，很敏感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一个小时不跟我说话，我已经受不了了。更何况你一个星期了。然后最后要怎么解决？最后我讲 sorry 了。你没有错，你也要 sorry。Of course， 给妈咪 sorry 啊，卡卡就是抱他。这么大了你还这样啊 ？Of course。那如果说有时候是妈咪的错，你还要认错，你心里不委屈吗？不会啊。为什么？他把我真的是抚养我长大，然后他把他人生中最好的那个时光全部奉献给我跟我姐姐。最坏的无理取闹，你都是要输的。Of course， 都是要输的。我跟你说，所以你们认识的陆江是以为他就是这样啊？他在他家里人的那一面，他是软刀，没用的，没有用的，就是可以这样子搓搓搓打打打，然后就沈阳陆江，你是我们家的家，然后就陆江啊。原因其实是很简单，怡峰，因为当我失去了我爸爸之后，坦白说那时候只是工作了几年。也没有说有这个能力好好的去孝敬他，然后我觉得我要双倍的全部都把他给我妈妈跟我姐姐，